国军汉光演习有两架的军用直升机在台中内埔国小的模拟军演起降哦，看到直升机降落在操场上面，小朋友们哇开心的都要跳起来了，大声尖叫说你看你看直升机耶，情绪超嗨的。咻咻咻，真的是有够酷，汉光演习的军用直升机就这么停在国小操场上，螺旋桨转啊转，加上呼呼的风切声，这一幕让看到的小学生超级嗨。同学你说什么好酷哦，很酷之类蛙哥大家都觉得很酷对不对？应该吧，也难怪大家这么兴奋了。仔细看，军用直升机精准地停在操场草皮上，加上军方人员现场指挥调度，操场上上演军事演习，这场面真的是很少见。下降的时候，他会先旋转一圈，然后再下。啊，所以你昨天看到的时候，感觉有很兴奋吗？有。啊，会不会很想上去体验看看？想。这里是台中后里内埔国小，校方借用操场给军方进行汉光演习，军用直升机起降十分钟的时间，让围在外头的小朋友全都睁大眼睛。学生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让学生有多看多学习的机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汉光军演在国小里操演，直升机选在操场上试降，军方人员全副武装，模拟作战气氛，为期一周的震撼教育，也让小朋友大呼，真的看得很过瘾。中天新闻龚玉德、林元斌、林淑义，台中采访报道。